走橋曉陽的方案是出賣港人來應替呢？他這些人物呢又是應該要歸隱的了，那個舞台都不是他，沒有自知之明，那麼多柴仔上了位，個個做大哥爭緊，你又走埋老屎忽，又沒有好貢獻，他唯一就陪我們血灑中環，又還有些江湖地位，要賣你啊李先生，夠膽就跟著徐家傑答應了、啊、他有這個吉思嗎？你不要說他沒有吉寫，說他抱埋條老命啦，不希望衰收命啦。我看看我會忠實地在旁邊看戲。他一路退的嘛，這些人是吧？如果你不是退呢，你就跟共產黨扯貓尾，知不知道？如果他認為說用心良苦呢，因為他的律師呢左想右想呢，左度右度呢，知道你不夠共產黨咬，共產黨人家很厲害的嘛，我整個原則出來，你們不差勢的就差選咯，原地踏步咯，這樣嘛。你想不到共產黨後續，就希望你原地踏步，如果你不差搞不搞就又遲多幾年才搞。你老母民主黨原本2006年有特首選嘛，他老母就爭一票嘛，你那些是什麼，他人家都回到四方雞，沒有，真是搞笑的，又是這些事真的不關我事的，大貓我最差真搞政治，我一世人在外國搞政治搞到運回刀光劍影的，好彩不捨得，你我拍殺幾千人啦，你不要跟我講政治，是不是？我落命令的那鋪在亞洲，我先人內政部長吳家產揸起根毛當令箭，我老母揾驚穩陣，我殺一千人好啦，佢唔啱殺咗幾千，佢穩陣啦，咁啊實穩陣，我梗係穩陣，好穩陣，殺曬，我死咗二千成二三千人噶嘛，我俾條橋俾我架車借俾佢嘅，屌你冇錢買武裝直升機，我借兩架俾你，打內戰你咁有直升有武裝直升機，萬數啦，你個外敵咩內敵好易處理啫嘛，借俾佢噶我哋。所以這些木嘴沒人搞政治就搞政治，又沒有權又沒有兵又沒有謀又沒有勇口水、啊、這些很簡單的，你一定要跟中央政府說，香港我自己做過調查，沒有人反對朱鎔基做特首，證明香港人是不怕共產黨，只要你的共產黨員他認為是公正廉潔的黨員，沒人反對，你再打電話你們既然今不是反對共產黨是怕的話呢，你不是共產黨給香港人光明正大選一鋪咯，做錯了你炒他，炒了他之後呢你就派個委任他下來，你我給五個省長，你們自己選一個，香港一定應承，就不用這班吳家產土共阻仔假民主政棍，是不是假愛國在這裡，吳家產在這裡蚊醒分香港人錢，是吧？消耗啲資源，我仲有一鋪都係噶。我取消啲議員冚家產，逢議員咧冇糧出嘅，屌咧天下太平噶啦！香港慳好多錢啦，要殺嚟扶貧嗰啲經費，又唔使俾啲官員走去俾人追。冚家賺兩個錢，冚家做新嗰啲新項，嗰些人做到啲官都嬲嘅大佬，而家好做做 A 工，開啲聲無厘頭會，同啲咁嘅聲區議員冚家產又唔使睇學歷，亂插噏喺度。扮緊曬嘢，係嘛？你做嗰幾個考嗰班考試啊嘛，你乜嘢做議員最好啦？又唔使考有學歷不差，唔使識鬧政府就得噶啦。我話有啲係識人，唔同你中票就得噶啦。你老母你堂堂父母官睇呢班乜柴仔喎？屌你咁樣嬲啦，大佬！而家做官係咪啊？香港做官就唔好做。所以呢啲啊，共產黨咧，佢心無不軌，因為中國歷來啲統治者咧。不是只是共產黨咁撲街喎，期期皇帝都是嘅。最好下面啲人唔團結就啱噶啦，個社會啲官唔團結啊嘛，唔團結咪冇勢力咯，冇勢力咯，逐個擊破咯，佢容易統治咯。係啊，你民間團結正做正，佢就要做佢當權者驚噶，就係佢唔係民主選舉嘅制度啊嘛。嗰獨裁者驚嘛，你團結啊嘛，團結咪驚咯。因為香港你就算話俾全部黨派唔鬥爭，團結一致，共產黨仲驚，即係嗰啲仲大鑊，驚到瞓唔著，
咁有乜好驚啫？咁細笪地方搞到啲咩嘢喎？佢咪你阻啲政策過唔到啦嘛，好多嘢，你團結啊嘛，過唔到票，唔使拉布死嗰陣時，你所以呢個世界係好矛盾嘅，所以即係話咧，我哋中國人社會咧玩唔起鬼嗰套遊戲就咁解啦。嗱，呢個我哋贊共產黨嘅，我哋唔可以照搬西方嗰套遊戲。這個我贊成的，因為我們中國人那種文化那種文化那種的質素到現在你很簡單而已，你就看我們民主黨派那些自己有攬頭攬計，那今天怎樣收場啊？九合九不啦，分裂再分裂，今月再分裂，是不是？所以這個社會呢玩不起的東西就不要玩，等於你的人戴不起首飾，穿不起名牌就咪叉著一樣的，那鬼佬東西不是你那麼容易玩的，那麼簡單過頭扒來的，我傾傾攀攀你的就撐而已，吃西餐就十扣街就行了，是吧？你要來洗手的那麼當品相那麼膽的嘛，你怎麼搞的，即是玩不起的東西你不要玩，各就各位，所以你現在你中國呢，它是我們支持的，他要玩的是什麼呢？依足個憲法來治國，憲法不夠你一定要再補充，所以你說你說什麼沒用的，你習近平，我們首先開放個報金，開放傳媒，你老母你不開放自己傳媒不得止，還想來香港都間買電台，那些是搞笑的嘛，你香港電台關我國務人什麼事，為什麼我這麼緊張呢？如果你香港沒有那個輿論的權力，很大鑊的社會，如果有些報紙呢就屌你被人收買了很多都、啊、由那個蝕埋來那個蝕埋來，是不是？因為他的共產黨的手法呢，他首先要參照你那個輿論的陣地的嘛，這些二十幾年前部署的到今天嗎？這些全部回歸前部署的，你看看誰個傳媒大亨有全國政協物做過那些，不用說了，他人啦，是不是？咁黎智英啊，家人撐曬命，搏曬命嚟反共，真定假未知嘅喎。呢招嘢共產黨好撚毒噶嘛？無間道，引蛇出洞啊！屌你規矩啦，大佬，你信人家大廣州大沙頭啊，有間米鋪啊，叫信義醒啊，呢個名啊，係咪？神鬼不分噶嘛，車公係你車公講得啱啊，係啊。你喜歡誰個傳媒誰個吳家產，即是做政協委員那些呢，不用洗心的了，你說話怎樣信義成，是吧？他在搖旗吶喊的嘛，對不對？所以有什麼問題？